读取。才进这个。我们现在是玩到哪里？我都已经忘记了。如果是配备智能手机在的话，他现在手上那一只手机并不是智慧型手机。我现在要找电视。我看到我们的电视了，可是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其他东西。通电了。为什么？有个塑料盖子盖住了通风管，似乎可是可以让一个人勉强钻进去的大型空调设备。一字螺丝给固定住了。一字螺丝就是这个啊。用使用硬币取下来，出去。不能出去哦，好呗。先记录。然后这个应该是。噔噔，找到电视了。Good， 插头有吧？哪里有插座？插上试试。次は全国のお天気です。ウェザーリポート。上着だ。腕を大きく振って、あっけおい体操。还有特摄片。こんなの絶対おかしいわ。没有放松紧急节目的话，就说明外面没有出大事。呼叫的护士铃。患者在呼叫护士。哪里来的？MRI 应该只有尸体。MRI 只有尸体哦，应该就是那个照 X 光的那一间。谁在那里？普通人。完全没声音。答案吗？对方什么都没有回答，一定是出故障。你怎么看枪谱 ？MRI 室里只有一堆尸体，却有人按铃。请爸爸不要在那边打广告哦。不是吧，不是吧。绿子小姐要是把呼叫器关上，等会有正常人来求救该怎么办？不感觉很吵吗？一定是故障。自告奋勇不怕死的去看看。去 MRI 室。你是笨蛋吗？也许他是一位受到重创无法说话的正常人啊。如果把他带到这里来，可以进行因应措施，而且或许是你的朋友。不行，我不让你们去了。对不起，小姐，不是说好就躲在这边吗？那就表示不能开门。要是你们出去被那帮家伙看见了，会怎么样？这里一旦暴露了，其他他们就会聚集在这，躲在这里面的人会怎么样？那个
你随随便便出去哪里安全了？如果觉得我说的对，就听我的。傲气的大神，真是的，走吧，这个人好恐怖哦。什么臭小鬼，想去的话就一个人去好了。乔木也想去，我们是两个人。我也想去，真是一群笨蛋，听我的话，明白吗？没人要听他的话。不是说听我的话吗？喂，没人要理你，可怜的大神，说句话再也进不来了，好好想清楚。丽姐小姐，拜托了，我们也马上回来的，到时请让我们进来。如果关在外面的话，我们会很困扰的。那就好好躲在这里，别当那种半吊子的英雄。小巴冲锋！你这个坏人！如果你想去的话，就一个人去好了。哦，天哪，真的是一个坏人呢！你快给我去 NRI 是吧？那里就有尸体等着您。现在没，本来有一个就够了。你看看他，好好反省吧。真的超坏的你，你可不是笨蛋吧？我知道的，对，我不是笨蛋，我先记录。所以我可以从通风口走出去吗？就是不违背你的原则。一片漆黑，没有灯之类的吗？所以我们要找到灯之类的东西才可以走通风管吗？那应该会有灯吧？这边真的都没有灯哎。那我们就早出去了，反正已经记过路了。请住手！出去的话你就完喽，你确定吗？是，绿林小姐，对不起。现在没到哪里去了呢？没有那个孩子的话，我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清楚。NRI 是找现在没？先闪！有东西，独立彩歌。好吧。走路都跟不上，好吧。先找清代美好了。被抓到了！起来呀、啊！精神！这边可以进去吗？不想再进去了。先过来了。超讨厌的，
那你到底可不可以进去了？还是没有办法打开。是哪里？是哪里啊？我好像听到千代美的声音，看来不是这里。女车。为什么发出这种音？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？哎、嗯，超服！现在没，太好了。嗯，为什么要救你？嗯，那里有厕纸对吧？帮我拿过来。没有卫生纸了，上个厕所让人不平静。找到厕所卫生纸，那个Marupogi 什么意思啊？嗯，不懂。为什么想不起来？真的有想到什么吗？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完全不懂。嗯，从哪里开始说？你想听什么？我为什么住院？因疲劳过度。在学校上课的时候，你贫血晕倒了。在保健室里，病情也不转好，所以叫救护车把你送到这个医院。然后放学后我们就来看望你了，完全想不起来。嗯，这样啊。其实记忆也不一定都是美好的，比如摔倒或疼痛记忆之类的。不用勉强自己找回记忆比较好哦。不用这么在意。那么关于我家人的事，这个啊，昌浦不怎么和千代美说家里的事，千代美也不知道昌浦家人的事情。那个小学时候的事情记得起来吗？那个真理君，几年级来着？二年级，他救了我家那差点出车祸的猫。干嘛在偷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昌浦的白马王子。僕は。ヒヤミ。ヒヤミマサトと言います。水海真理。そうか。ありがとう。君のおかげでみんなを助けられた。どうだい。一緒に行かないか。みんな喜ぶと思うんだが。いや、僕は一人で道を探します。たくさんの人とか、ちょっと苦手なもので。おお、そうか。いや、無理にとは言わないよ。すみません。もし出口が見つかったら知らせに行きます。皆さん。9番の部屋にいるんですよね。ああ、そうだよ。ありがとう。わしらも何か見つけたら君に知らせるよ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奇怪的人。